看一下你用的是啥手机 ？iPhone， 看一下，哇 ，iPhone 15啊，有钱 ，money， 包妞 ，I'm without you， 哦，2000多万呢、啊，差不多3000万呢、啊，差不多3000万，他这台手机、啊，有点贵啊。哦，2600万，我靠！有钱2600万，8000块啊？哦，那也不是很贵。iPhone 包妞 ，iPhone 包妞。哦 ，iPhone 14。哦，哦，有钱。我靠，分期付款啊！叫你男朋友买一台给你啊？没有啊，我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分期付款买的。确实，好多越南女孩子都是分期付款买手机。好性感啊！这个女的穿的，她穿的很性感。实话实说，这里好多女孩子穿的很性感。哇哈！现在是晚上的7点了，看一下越南的帝王洗头，哦，帝王洗头，对，帝王洗头店，但是外面没有看到有服务员呢，没有看到，这技师还挺漂亮的，有空过来这里玩一下，去找个饭吃啊，有点饿啊，找个饭吃。看这里，就在上面咖啡。哎呀，还有个妹仔在这里，这干嘛的？还有个妹仔在这里招客人的，一看就是高档的咖啡店，对不对？让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这里。我以为是有什么消费的呢，这里有你的拦住呢，就不上了。以为上面有什么好玩的，那种霓虹灯啊，又很暧昧。啊，这个妹仔，我以为还有什么好玩的里面。上到上面呢，有一个你的拦住，语言不通啊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如果会英文的话，就问一下，算了，不要上去了，去别的地方玩。就是要找这种隐藏的店呢、啊，才好一点，好玩一点。公开的店呢、啊、就不好玩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两个太好了，太棒了！等一下，那忙东西啊，一定要叫他过来，我们点点东西。他就两个人，看一下能不能把他两个拉过来一起玩。没有男的就好了，好放心了。等菜和酒上来之后，我就主动去那个妹仔那里聊了一下。今天我发现和这两个女孩子很有缘分，因为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她好多次，她们穿的确实有点特别，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，特别是像我这种人最容易注意到这种妹仔了。和她们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，她们说是来这边旅游的，说她们是印尼来的，但是加了她们的联系方式后啊，聊天软件那里显示他的名字还有地址啊，都是越南的。我感觉他们有点不老实。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这一周一起玩，因为我们是两个大男人，他们刚好也是两个女孩子，所以这样是最合适的。但是他们不同意过来我们这边，要我们去他那一周一起玩，所以我们就把酒水菜搬过去。他们长得也挺漂亮的，但是他们不愿意被拍，所以我也没有勉强。大概我
们喝了有一个小时左右吧，喝了有十来瓶，他们就要走了，说醉了，可能他们要去下一个地方玩吧，反正加了联系方式，有空就聊一下，他们能出来玩呢就一起玩，不出来的就算了。刚好我搬来这一周隔壁啊，也有几个妹仔，本来我们是不想聊这几个妹仔的，但是我们两个大男人在这里啊，没有妹仔陪就很无聊，所以我就随便撩一下，谁知道这几个女孩子啊，这么热情，有点吓到我了。旁边这个大佬啊，看到都惊呆了，还好有他在，要不然我一个人搞不定啊。这个餐厅真的是很容易认识女孩子啊。我这个老哥来这里玩了两次，吃了两顿饭，他每次都玩得很开心，每次来啊几乎都能认识女孩子。他跟你说啥？他问我们会说英文吗？我告诉他会说一点点。你要不要跟他们玩头一家？他是剂量一般。你喜欢哪个加哪个，你要对着哪个练习，要不然你加到不喜欢的没用，明白吗？你喜欢哪，你想加哪个，你就问哪个。啊，老公，这么快叫老公啊？老公，宝贝，老公，你叫我宝贝，这么快呀？啊！我靠，前面那一桌身材真好哦！我靠，个个都长得这么漂亮，真棒啊，真棒啊！我靠！哇！看，这兄弟正在加微信了啊，不是加微信了，加联系方式。都加上了，都加上了，都加上来了。前面这几个好啊，前面这几个漂亮。Bye.
里打烊了，现在打烊了。我靠，这韩国人带的这几个真的不错啊，真的不错。可惜有男，应该是韩国，好像是越南本地人了。如果没有男人带的话，我肯定去搭讪。这个，你想要他照片吗？我给你，可以给你去拍，我跟他说。不用我已经拍了，我在拍了。可以啊，一个人带这么多啊，真的可以。这个好，黑色这个，最后这个可，我喜欢这种。是啊，野性啊，野玩的开的。对，很野啊，我最喜欢这种性格。